Hey, big family. Kind of stressed out right now. We're supposed to go meet this guy, Yang Zhongguo. He's a folk solo singer-songwriter musician, but we're late. Hey, come on, pick up the speed here a little bit. I'm in a hurry. Yeah, man, we're running late. I don't know, it's taking forever. We don't have enough time. What do you mean? Don't tell me to chill out. You need to chill out. Yes? Okay, I need to chill out. Okay, we'll get there when we get there.无论怎样都是没有回头路，所以还不如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路去走，一直走下去，只要你自己过得很开心。
穿今天的这首歌叫《晚灯伏案》，就是夜晚，翻译过来基本上就是夜晚灯下有一个人背对着，就是背对着门或者是风景，趴在桌子上正在写东西，或者是写诗练字，在做这个事情。我觉得古人以及现代的人或许是活在同一个时间的空间里，但是时间是一直往前走的，无论我们是质疑我们自己，还是质疑爱情，还是质疑我们的人生，时间都不管这些，时间只管它在一个圆里面不停不停地转，一个放射型的直线一直往前走。写歌的话，我是先水现在的话大多数是先写一首诗，无所谓别人说是不是诗，我希望它是一首诗歌，首先它是一首诗歌，然后我再去给它谱曲，也有同时发生的时候，但是我希望是无论是音乐上还是只要有文字的时候，它都是美的。中国的教育是摧毁式的，它是一个破坏。我本身我自己特别喜欢舞蹈编导，特别喜欢编舞，也特别喜欢跳舞，但是我一上了大学之后，所有的老师所有的人都希望把我的思想禁锢起来。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是很值得人尊敬的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做到。但是后来我就发现，我喜欢创造和追求美好的东西，追求美，可能这就是我要做很多很多事不同事的一个原因。所有人都应该去学习一个技能，手工制品的技能，在当下这个年代，很快的一个年代，然后去很慢的去，真的是一针一针的去体会时间的存在，否则它流得太快了。我有一个最喜欢的老师，他是我高中时候的老师，其实我初中的老师我也特别喜欢，然后他们主要是他们没告诉我什么事情，真的，他们主要是让我认识我自己，让我即便是走出学校，在人群之中，我知道我是谁。很多不同类别的艺术帮助到了我，我不排除所有的艺术，行为艺术、绘画、舞蹈、音乐、电影，我都不排除，不排斥这些，我都吸纳到自己的身。因为我是本身是学舞蹈编导的，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接触的空间，然后我把这种空间感带到了我写音乐里面。当然我也希望去用我的乐器去画一幅画，好，它有一个空间感，你闭上眼睛能感受到这种空间感的东西，无论你想出来它是一幅怎样的画，我觉得这是我想要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在这个地方，但是你听到我的音乐，我可以把你带到另外一个地方。其实我做音乐的时候有这个初衷。Ha ha ha.